啊，再贴。说话可以大声点吗？太小声吗？你在大声什么啦？可能想睡觉了吧。哦，你刚刚没有休息一下，怕我休息会爬不起来。就一睡就到明天了。对啊，直接是要过年呢、欸。哇，没有，明天还没过年，明天除夕啦。我才除夕而已哦。对啦。啊、哦，那还好吧。白痴，我差点做箱子，我包包里面有一堆那个地牢达到的。哎、欸，通常那种很多生怪砖的地牢箱子的东西都只有装备跟面包、烤鸡而已，好惨哦。超烂。害羞，种子暂时用不到。基本抽屉。这个用不到。阳台，哦，烧进去了，好。然后碳呢？他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融一些钢、一些玄钢啊？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子玩我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玄钢定两颗，再来一点。要回家吃围炉吗？我在家里呀、玄钢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子弄我啊？碳，铁不够了。玄钢三颗锭。啊。哦，铁不够了。铁不够，不是要练功吗？先等让一我处理别下的事嘛。情啦。对呀，等一下，不要急。骷髅马在左边，它是一和平的骷髅马，你不要打它。还友善的，有清净石种子不放多放个柜子吗？对，我要多放个柜子。等我一下。再来个碳。感谢福袋。就抽屉，我的天哪！我在冲啥啊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本来箱子里就有抽屉了。啊、然后我又做了一堆抽屉。四个，一，我们先做研磨机，这个研磨机啊，要的话打需要，包起来。什么适不适合？玩游戏还要问别人适不适合？每个人适合的游戏不一样嘛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像你们就喜欢看麦块啊，啊，我们爱玩的又也是有麦块啊。身上好乱啊。哎 欸，不要想骗我，我抽屉有，我有抽屉，我不会再多做。哎呀。鸡眼粉不够了，我要去烧鸡眼了。鸡眼粉，对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怎个么会有？是拿火烧鸡眼就有机会拿到，它有50%的机会拿到。啊，鸡眼会坏掉吗？啊，那是做某些机器会用到的材料。啊，我的打火机嘞！啊，我的打火机嘞！算了，做一个新的好了。好，在这儿我找我打火机了。走喽，机岩对，没错。喜欢看懒得玩，那就看了，来看台啊，看台就行了。齿轮不可以用浇铸的吗？这个行吗？看一下。你说齿轮的膜吗？哎，哇，可太以耶。屌了吧！哇！齿轮用胶的变成，可是我还是要先做出基础的齿轮呢。抽屉、打包袋，这个史莱姆特加纸，
值。我还是要先做出基础的啊。让我看一下。嗯，完爆了。我记得我有挖一个洞，挖一个洞在那边吗？嗯，我还是要有基岩粉啊，基岩粉。我记得这里有挖一个洞，有在这。嗯嗯，点火喽，放火烧基岩喽。好了，等一下吧。嗯，喝个水。连到环球旅行会怎样？送回家。蹦蹦放烟火喽！蹦蹦，烟火。真的好不舒服，箱子没靠墙。阿姨，我有后面要那个啊，要放管子啊。啊，放完管子之后再埋起来嘛、啊、不要看嘛不要看嘛，生气不要看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希望今天直播有精华，好笑就剪啊，像两个人很难好笑起来啊。对啊，要多人才比较容易有好笑啊、嗯、对啊，嗯，多人有些有时候有人讲话就嘴啪就有好笑的啦。走喽，先去吃药，生病就去休息，去休息。既需要两个齿轮，铁力，谁？屁孩。打包。来打包这个。三个。这样子才行。好了。这个成就我之前没拿过吗？有吧？你为什么现在跳成就？然后嘞，敲掉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那个的话，体谅我一下啊。哦吼！哇哈！怎么了？没有，把它打包起来了。把抽屉打包起来。抽屉啊。就是可以直接敲掉东西，被喷出来。哦。哦，原来这样，好好好好好，那边还有一些。这是蚯蚓。这里。研磨机。我被查封了吗？怎么了？他外面都是贴那个胶带吗？对，就擦他的胶带，然后台风要来是怎样的？对。这里吧。很小，有了，我研磨机了。泥鳅系列是因为有分前一天跟后一天啊，我们就是泥鳅的笑话延续到隔天啊，就哈基做梦梦到泥鳅啊，没办法。漏水啦！哎呀，他需要这个电容器。啊，看一下电容器要怎么做。嗨，这里不是电容器，在这里需要两个鸡粉，狗鸡粉同定，好，同定，鸡粉同定，黑曜石先收起来。这一台用不到，先收起来。好，应该可以。嗯，这样。哦，他打叉叉是因为我材料不够多。打叉叉？对啊。哪一个东西打叉叉？
个安三眼。安三眼打叉叉。对啊，因为材料不够多，压缩后。不太懂，我等下过去看一下。好啊。不不不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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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几点？做一个齿轮来教教模型。感谢小几点，为什么是退订啊？退订哦。啊？你在哪里？在那边。什么打叉叉？看下面是叉叉吗？对啊，叉叉，因为它没有其他模式啊，它只有这个压。哦，那这样子会不会压到爆啊？还爆炸吗？爆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爆炸？哦、嗯，好啊，不会啊，怕说里面容量不够多。因为它就只是跟你讲说它没有往下的其他模式啊。哦。哎呀，它这像鹅卵石就普通的，还有压缩也是压缩两次啊。但是安山岩他们没有压缩一次、压缩两次的版本啊。帮我丢进去吧。哎、欸，怎么在我身上？这是什么？泥土。泥土你要放啊，就放这。对啊，为什么在你身上啊？你有磁铁的，我的，你有磁力。我的鞋子跟裤子是磁铁。我现在没有了，拔掉。因为我觉得有磁铁有时候还蛮方便的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做就直接做幸运基地了。嗯哼，哎呦，做齿轮哦。可是做齿轮你一样要用到那个吧？看一下，齿轮可以直接这样子教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是太神了吧。消耗膜，十秒，好吧，你订阅繁星，好吧，齿轮，那这个一样是这样做啊，它能够做什么？嗯。一样啊，没差啊，它一样需要先有鸡粉才能够那个啊。嗯，我要去挖黑曜石，没有黑曜石了，等一下。还是做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鸡粉用完了，所以我还要做一把，做个新的打火机，去烧鸡粉。嗯，这样。和平、包容、友善啊，聊天室。安安，别忘柜子，别忘。OK， 好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其他部分完成，等一下再去处理柜子。哎呦，嘿，极速领域吗？没有。没兴趣，不玩。哎呦，然后这边没有了。鸡眼粉听起来不错吃，你们饿了吗？盐粉。好了。再次做大箱子是不是？大箱子。这个吗？哦，这个真的太多了，看好了。放烟火喽，等放烟火。
蹦，听到烟火声了。蹦蹦蹦啊，修丢。放烟火，放烟火，放烟火。这里，这里。